整只宜兰烧鹅卤到外皮油亮剔透，鹅肉透出茶色，咸香入味。上桌前再淋上一瓢秘制卤水，口齿留香，风味独特。秘制卤水70年不断货，采用正宗潮州手法，繁复手工，精心调味，成为必点招牌菜。此外，还有多达40道精致港点同步寄出。用台湾小豆苗，但是我们用水晶皮，把那个虾饺馅跟去包裹去蒸。透亮光滑水晶饺皮搭上整尾 Q 弹草虾，多层次口感瞬间绽放，还有潮牌叉烧酥让饕客食指大动。原先位在饭店内的潮州菜霸主餐厅，如今看好疫情趋缓，重新坐落的东区街头，传承20年品质，带来全新潮州菜飨宴。照顾老客人，服务老朋友。其实我们还没有开放定位，客人就已经陆续冲上来了，因为刚招牌一挂上去，我们几乎全部都是我们的老客人。而有别于潮州大菜以小饮大宴为主轴，近期酸麻辣口味的四川菜酸菜鱼也逐渐受到年轻客群喜爱。现熬大骨高汤搭配特选小农酸菜，食材下锅随汤煮熟。主角酸菜鱼特别选用海水养殖鲈鱼，每日产地急送。位在公馆商圈，这间酸菜鱼有别以往锁定单人客群，推出个人套餐。就早期我们都是做餐饮厨师出身的，通常都是4-5人份，很大一盘。那我们就是把它自己再稍微做一些变化，比较麻辣烫创意，想吃什么自己选，从海鲜、肉品、蔬菜百元内都点得到，让享受川菜不再是负担。记者林正谦、张正明、王一婷特别报道。